这一门进来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深入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我们学习任何的东西都是怎么样？一门深入嘛，常识熏修呢，就一定会有成就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个门呢，一门真的是深入了。好，那么我们餐具开始之前呢，首先我们欢迎呢，请我们的大家长，我们最慈悲大爱的刘富生刘社长呢。在座的各位家人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我想今天来讲的话呢，是属于我们大家共同的日子啊。那为什么说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日子呢？因为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啊，我们共同相识在富盛义，我们可以说相识了，相对的就是说，有些甚至都有十几年了啊。那我想来讲的话，我们大家相聚在一起，为了什么？那其实就是我们大家相互的协助彼此成长的啊，相对的，我们大家也是怎么样，把每一个爱心彼此富有的分享给彼此。富盛义就是因为有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，所以我们这个家庭是无限富有的啊。那我想富盛义来讲的话呢，啊，今天牵指到这边来讲的话呢，最重要的是，因为富盛义的人才也越来越多了，兄弟姐妹的爱心也不断的在扩大，所以上天也疼惜我们这个家庭，也引领我们找到了这么一块很棒的一个地点啊。那在这个地点里面来讲的话呢，我们也是规划了有三间的教室啊。那未来来讲的话呢，我们在开课上我们可以更多元性的去做一些灵活运用啊。我想今天来讲的话呢，各位兄弟姐妹回到这个家庭来聚会啊，在这边我献上我最大的感恩与感谢，感谢各位兄弟姐妹过去对富盛义的爱护，相对的也再次的邀请在座的兄弟姐妹，未来我们共同为天下人啊付出跟努力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感恩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社长，社长呢，这个非常的慈悲哈，然后呢，提供我们的一个更宽敞、更舒适的一个环境，让兄弟姐妹呢，在这边呢哈，共同的这个学习呢跟成长哈。那我们是光与爱的邻居啊，光与爱的邻居，希望我们这股力量呢，能够呢更深、更广的传播出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邀请我们这个吴清凤吴顾问。吴清凤吴顾问呢，来为我们呢，就是、社长你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吴清凤，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，我真的很高兴，然后跟社长结这个缘，我想是有序的，让我们能够共同大家来这里。点亮富盛义的之光，让我们登登相续，永那个好紧张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昨天于金突然间跟我讲说要我说几句话，但是我就想说我不知道该什么，我只是很感恩社长，真的点亮了我心中的亮光，让我感受到就是说这一生。原来我有这么多的使命要做，这么多的工作要做，所以接引了很多人，让我能够，更接引更多人来富盛义学习这样子的，生命秘术，然后用这一套的方式来跟大家结缘。我觉得用这个，生命秘术这一套方式哦，真的可以跟广结善缘。然后，所以我们登登相续，希望代代相传，大家共同来勉励。谢谢，阿弥陀佛。谢谢我们的顾问，他一直呢，也都是默默的呢，一直在付出跟支持着我们富盛义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欢迎呢，我们这个谢小文谢顾问也来跟大家呢讲讲话。我是赶鸭子上轿，现在才被点名了。
那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我只能说，很感恩社长，开放这个复盛营，让我们的身心灵更健康。那至于呢，我们学到的生命秘术，还有深层沟通方面的，我们如果有感受到了，我们就要去吸。我们要像普贤菩萨讲的，很多东西都是正面的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一些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想法，我们要去修正，这样子呢，我们才可以把它做得更好，我们才会有进步。那就是希望说，大家继续的支持复盛义，不管在法布施、财布施、无畏施，大家尽量的去做，然后我们来累积我们的福德资粮，让我们往生有份，然后复盛义在这边就是越做越好。我们就是也是需要大家的去支持，感恩，谢谢。谢谢文谢顾问。那么他呢，这都是他在学习的成长的过程呢，一路呢就是这样子在实证过来的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来邀请一下，这是我生命当中呢，我觉得我非常赞叹、非常佩服他一个生命的勇者，一个非常乐观、非常富有的一位这个老师呢，我们芬芬老师。
恢复你正常的呼吸频率，让你感觉到最轻松、最自在的呼吸。
上课，然后到礼拜天协会回来逛一逛这样，然后来就
他在忙别的，他在忙着他的上一些比较平常，就是这种比较精神层次的，回归人间，去学烹饪，然后去学那个什么武功秘密的这些啊，他以前暂住，老师在学太极，他说我每个晚上最近啊，最近他因为身体还是。而且有一些状况，这样是人老了哈，总是难免哈，气不通，看哪里通。然后就哎，开始又开始在练，是吧？啊，其实讲起来不会套很难哈，那比较那个资深的应该晓得我的那个经历，那个练吃花红，我比较专心在吃花红这一点。其实对身体真的很有帮助，但是要练的时候要下足功夫，要下足功夫，然后才健调的安尼啊。我来的时候第一个月都躺在这边，就是旧教室那边就躺了那一个月，然后后来才开始动，然后从小动大动，然后到最后转圈，一天大概转三个小时，那不停的转。有练自蛙功夫的人应该知道，只要转过以后，你大概就到从幼稚园变小学，然后成长啊，这样三年五岁就真的快爆炸了。然后第一次练自蛙功夫到那个不好意思，稍微讲究一点，因为对我真的要练自蛙功夫啊，那就是第一次去那个博物馆新设那个场地，一个彭老师，台中专门的国文老师。他一启动就他也没看就躺下去睡觉，几个月来第一次睡好觉，在那里这样一躺就睡了四个小时，就这样子躺下去站起来，哎，去的时候六点多嘛，醒的时候十一点多，哎，他就真的很神奇，所以自蛙功夫是一个很神奇的，他不像进招式的时候就启动了自己的内力，他也有疗愈的功能。病治病没有，没病强身。就陆陆续续在社长的那个保护之下，好像在95，大概七八年，应该七八年，就因为那个交通的关系啊，我礼拜六有时候时常去打个球啊什么之类的。他礼拜天没有，后来我礼拜天没有开，就礼拜一到六要赶着他回去，这样不方便。那一天有一个好处啦，那一天是停车场比较方便，因为有个台塔，又能停车比较方便。那这一边教室刚刚有上那边，真的环境很棒，这么好的一个气场，希望各位师兄有个时间。啊，失眠好吧？我是46次属鸡的啦，叫师妹应该我反正希望大家多多来。没有啦，不是。因为现在课程在宜津师姐的那个开发底下，就更多彩多姿嘛，所以更引人入胜的。希望那个天下的教师嘛，不胜利。钱那更壮大啊，那个更人气更旺的，谢谢。对，不会。没有，不过确实呢，八年前呢更加的年轻有活力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因为我们呢就是每次有一个人会跳过的哈，那我们每个人呢，我们就从这个礼物开始呢哈，每个人都说一句祝福的话或者感恩的话，对不对哈？我们把它串成一个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因为麦克风没办法拉那么长，所以呢，大家呢都有练字发功，所以丹田都很有力。好，那我们就每个人呢都来说句祝福的话，我们把它串联起来，从礼物开始。祝各位在圣经里圆圆满满。祝福生意永续长存。
永续经营。啊，谢谢。勇敢，还有不怕艰苦，只要不过。
的感恩感谢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啊，在这边来讲的话呢，也祝福在座的各位家家幸福美满啊，智慧圆满。最重要的是啊，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心手相连啊，为天下的人啊来讲的话呢，我们都能够来帮助天下的人快乐，从快乐当中一起来成长啊，这边感恩啊。没有拍到明分，所以祝福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参叙活动呢，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那我们带着每个人的这份祝福，希望我们复生意能够长长久久的走下去，然后呢，能够让每一个人在座的兄弟姐妹、每一个人的家庭都能够平安喜乐。接下来就是自由联谊的活动。